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我们是板咯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又跑去那里啦。转眼间，简一凡已经两岁了。记得出生的时候就住进了保温箱七天。那时候家里的人还是挺担心的。一群小孩哟。嗰啲唔系我哋噶。俾你坐啦，俾你来嘛。哟，俾你来嘛。大姐，来呀！看到吉吉非常的健康，也非常聪明，心里满是欢喜。你看爸爸干嘛？这么小车，这一切的功劳归功于我的大嫂。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全心全意照顾他的孩子。对你们分享一段话，首先这一位是我陪你找联系回头要反弹你倒来出发好几喜欢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 Hello, 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海滨公园。大嫂说，家里的仪式感非常少，所以在简一凡两岁的时候搞一次生日派对。年年如此哦。第二年。是你嫂子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两岁。主要让他感受到爱的氛围，同时也希望他懂得如何爱和温暖别人。哎呦，这个咩来噶？啊，冇要蛋糕咧？好。看到我们为他布置的背景墙，满是欢喜。我跑去边度啦？哎呦！好了，准备做饭啦！看一下我们今晚做一些什么大餐吧。今晚有两桌客人的菜。主要就是做一些水煮菜，白切鸡和烤鸭，这样是比较高效的，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开饭啦。这个月饼是我们自己生产的，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兴趣，可以跟我们订购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啦。如果您喜欢看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哦，谢谢你们。
最后别忘记跟我们订购月饼哦，月西特产。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